师，诸位朋友，大家早上好。人生随着自己的体悟，会有很多的感受。我们刚刚看了大方广文化公益网的宣传片，应该跟自己的生命有很多的震动，很多的共鸣。我也看到许多朋友啊，有掉下眼泪来。那我们感受一下，我们的一生当中，为什么掉眼泪？是伤心的眼泪多，还是感动的眼泪多？假如掉的是伤心的眼泪，那就不理智了。掉伤心的眼泪，对谁有帮助？所谓肝肠寸断，对自己没有帮助，对一切的亲友有没有帮助？在我的生命经验当中啊，当你哭得很伤心的时候，有一个人比你更难过，就是你的父母。所以伤心的眼泪不能掉，因为掉了以后就没有做到弟子规了。没有做到哪一句啊？身有伤，贻亲忧。那个掉伤心的眼泪是很伤身体的，那两三天都恢复不过来。从这个明白当中啊，人生往后啊，不应该再掉伤心的泪水，而应该掉感动的泪水，掉忏悔的泪水。这样的泪水啊，会洗净我们心灵的尘埃污垢。忏悔什么？忏悔明白了，人生有很多的责任本分应该去完成，应该去回馈。从小啊，人生的目标啊不够高远，眼光啊很短浅。初中的时候只有一个目标，考高中。那在初中的过程当中，也没有去体会到父母的恩德，也没有去了解到如何处处替人着想。三年的岁月，本来心胸还算宽广，越走啊，心灵越狭隘。在求学过程当中，常常有考试，看到同学的分数考得比我们高，我们的内心怎么样？有点嫉妒。诸位朋友，当你的孩子形成嫉妒心的时候，严不严重啊？很严重，比他没有考100分严重多了。这一颗嫉妒的心，足以让他这一生都活在痛苦之中。为人父母，确实看事情要看得深远，要往他一生去着眼，而不是眼前那100分而已，而不是眼前
他的成绩可以让你出去炫耀炫耀而已啊。看到分数比我们低的同学，我们不止啊没有同情，也没有指导他，还有点高兴，这个叫幸灾乐祸。那这样的心境必然会将自己的人生折损大半的福报。人生好比一盘棋啊，不要急着要动棋盘上面的棋子，首先要很清楚明白人生这一盘棋它的规则是什么。不是你先拿起棋子你就稳操胜券，所谓人生踏出的脚步大小不是最重要，方向最重要。当我们人生的态度偏颇了，那是与幸福的人生背道而驰，这一盘棋会越下窘况困境越多。应该啊静下心来想想人生这一盘棋它最重要的原理原则在哪，如何能够啊让这一盘棋越走越圆满，越走越成功。这时候啊要了解到人生最重要的是要积功累德，断恶修善，明白以后啊就能达到命自我立福自我求的人生格局。当我们有这样的人生态度，就不会计较眼前的一些小利，眼前的一些小名，你会走得很踏实，你不会走得举棋不定。我们建立孩子的人生价值观要有很深远高瞻远瞩的见地才行。那我们这一次课程是幸福人生讲座，每一个人都在希求幸福。昨天我们也提到要如理如法去求才能求得到。台湾综艺节目里面有一句很常问的话叫你幸福吗？诸位朋友你幸福吗？你们怎么都没有反应，对这一个答案还要想半天吗？当你还会想一下就代表不大幸福。听说下一句都是要接很美满，那个叫唯心之论。很美满吗？现在真正内心时时都是很喜悦很欢畅的人不多了。从哪里观察呢？看看他的眉头有没有几条痕迹，假如他眉头有一条，有的还有三条甚至有五条的，你问他你幸福吗？他说很美满。为什么他还要说很美满？因为啊面子挂不下，
纵使不幸福，也要撑一下。累不累啊？那就很累了。所以很多人到了古圣先贤的堂前，他们的牌位前呢，在礼敬当中啊，都会掉眼泪，因为很多无奈的情绪啊，在众人的面前没有办法发泄，在这些老祖宗啊、圣贤的面前，可以毫无忌惮的给他哭一场。那为什么我能够有这么深的体会呢？因为我常常干这种事情，那是以前啊，现在是要为感动啊掉眼泪了。为人父母者啊，都希望他的下一代有幸福的人生，但孩子有没有幸福的人生，并不是我们想可以想出来的，求可以求出来的。我很多同学同事，尤其是女性，在这个30岁上下当中特别的敏感，不止他自己敏感，他的父母也很敏感，常常都会催他女儿，你赶快嫁人吧。不知道诸位朋友有没有干过这种事情。那他的女儿就跟他讲了，他说，妈，你又不幸福，干嘛叫我嫁？这个妈妈突然听到这一句话，好像若有所悟，哦，对哦，我都不幸福还催他嫁。哦，就这样深思了30秒钟啊，突然又回过神来说，反正你就是赶快嫁就对了啦。虽然是在很多家庭里面常出现的对话，但不要轻忽了这一段对话。我们要思考到，当我们为人父母者都不能演出夫妻好合的榜样，其实女儿已经在婚姻当中啊有心理的障碍了，这是我们没有去思考到的。而当一个人要跨入婚姻以前，请问他为人妻的心态还有智慧够不够？他为人媳妇，以至于以后要为人母亲的经验，为人母亲的爱心、责任心具备了没有？我们的人生为什么走得这么匆忙？因为太多的态度、太多的准备工作都没有做，就一个接着一个角色啊，扮演起来了，扮演的疲于奔命，但是又没有智慧理智，又没有学习经教，这样的人生啊，3个字可以形容啊，叫忙忙忙。第一个忙啊，我们看中国的文字，内心会感受到光荣，感受到佩服。六书造字，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而这个盲字啊，属于会意字，左边一个心，右边一个王。盲代表什么？心已经怎么样？心已经死了。所以忙碌的人其实早就死了，他没有好好活着。事物忙啊，忙多错，而人生就在很多忙的犯错当中啊，在那里收拾啊一些错误，那过得会很无奈。再到第二个阶段，因为你很忙碌，你的心越来越不敏锐，你察觉不到身旁亲人的需要在哪里。我们忽略了对父母的爱，我们忽略了对另外一半的支持关心，我们忽略了下一代的教育。其实人在忽略当中并不是完全不知道，他的内心会觉得不踏实，但是又说不上来，因为缺乏对人生关照的能力。假如他每天早晚有读《弟子规》，他就会找到问题的症结。可是我们对智慧的学习，很多时候在离开校园的那一步就已经停滞下来了，不听老人言啊，吃亏在眼前。我们只要能把老祖宗几句人生的格言啊时时放在心上关照，那对你的人生有莫大的益处。活到老啊，要学到老。而我们昨天也提到，什么时候在学习？一切时，一切处，都应学习。有了真实的智慧，才能自立立人，才不会活得不明不白。好，当我们都看不到身旁人的需要，那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很苦，苦到最后会互相责备。当互相责备的时候，彼此的内心都会很痛苦。我们会心里想，我们这么希望先生能够好，希望父母能够快乐，希望孩子能够人格健全，这都是我们的需求。我们都是这样去付出，为什么到头来的结果啊，都是相反的？会觉得人生很无奈，茫茫人生的感觉。这样的人生情境绝对不是我们追求的方向。那我们首先呢，要深思到怎么样的价值观才能让你的人生幸福。昨天也提到，有了好的思想，才会有好的行为、好的习惯、性格，以至于好的命运。一个人有好的思想，他的命运就会好。从这一份明白当中，诸位朋友，要不要去算命啊？要不要去改名字啊？曾经我接触到一位研究姓名学的人，他看了我的名字说，你这个叫山斋啊。
名字叫天地人三格，前面一个字叫天，后面一个字叫地，中间那个字叫人，天地人。他说你这个天地人都犯凶劫，你要改名字。哎，诸位朋友，假如有一个专家这么样给你讲了，你会怎么样？会不会每天忐忑不安，看到车子来了都很害怕？能不怕死者，能不贪生者，天不能死。一个人呢、的贪着啊，最严重的是什么？是自己的这个身体。你不要看很多人哇，担心孙子啦，担心儿子，担心的要命。你看他病痛的时候，还想不想儿子？想不想孙子？他只说：“哎呦，我痛得要死，赶快来帮我敷一下吧。”对身体很执着。而当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生命都不执着，都愿意啊，以身来奉献这个时代，奉献给一切人的时候，上天也不能减少他的寿命。能不贪生者，天不能死。所以人生假如真正明理了，你不会去担心生死的问题，你也不会去担心自己的财富问题。只要我们时时依教奉行，懂得财施，懂得无畏施，所得到的果报啊，都将是水到渠成。像我看起来啊，命就比较短。你们看得出来吗？确实啊，我的生命线很短。刚好那时候杨老师看了我的手相，心里想说这个年轻人命怎么这么短，本来想说给他介绍一下女朋友，后来都不敢了。也确实啊，人生所谓三贫三富过到老，在财富上啊会有起落，在生命当中啊也会有凶劫，也会有吉凶啊。但是你如何逢凶化吉啊就很重要。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啊，人生这一盘棋啊，你不要在那里希求啊能接到一盘啊从头到尾都走得很顺的棋。这种棋给你下有没有意义啊？诸位朋友，你不要羡慕有这种棋下的人，这种人生叫从头到尾都在消福报啊，那有什么意义？人生的考验越多啊，代表你的见数，代表你在这一生智慧的成长越多。最重要的不是有一盘好棋可以下，而是啊这一盘棋并不容易克服，但是我们却每一步都走得有声有色，那你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收获。记得刚好那时候我是29岁，从台中啊开车回高雄啊，都会开得睡着了。在高速公路上，我有2-3次的经验是睡着了，然后又压到高速公路旁每一个道路上啊，旁边都会有浮起来的灯光，就是晚上你开的时候照到他们就会发亮啊。
我压到那个的时候，突然惊醒过来，这个余悸犹存啊，觉得好像，假如没有醒过来就怎么样，就跟这个世界啊说再见了。杨老师知道我这个情况啊，我每一次开车要回家的时候，他差不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会打一通电话来。他说：“你有没有睡着了？”你看，当一个人呢、不好的时候啊，还会拉很多人下水，好让大家都在那里干着急。记得那时候我还一直在咳嗽，咳不好。刚好我去参加一次台南的大放生。那一次放生有十几台卡车，这么多是大的卡车。我放生完以后啊，就不咳嗽了。放生完以后啊，开车就没有再打过瞌睡了。之后我就去教了一班学生，那把这一班学生教完以后啊，我再看看自己的手啊，那一条生命线呢，已经跟事业线接起来了，就没有再断掉了。所以诸位朋友，假如我没有继续弘扬中国文化，你猜会有什么结果？我也没命了。确实啊，命啊是靠自己去创作的。明白了道理以后啊，心安理得。今天我们不要急着要让我们的孩子跨到什么方向去，首先要了解那个方向对不对。今天不是催女儿赶快嫁，是要先了解到女儿有没有具备为人妻子的智慧了。不然呢、你是把你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你说把她嫁出去了，你快乐什么？快乐说哈，以后走到大街小巷，不用怕人家问说：“啊，你找不给嫁啊呗？你女儿嫁了没有？”你看，我们叫女儿嫁的原因在哪？我们催女儿嫁的目的在哪？目的是要给她一个幸福的人生吗？还是为了我们这个面子要能够放得好？深思啊，我们常常在说啊，要爱人，爱人，爱人岂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们看爱这个字怎么写啊？一个心，一个受。爱是能用心感受对方的需要，那才是爱啊。爱不是站在我们的角度，我想怎么样就要求他怎么样，那不叫爱，那叫欲望，那叫控制，那叫占有。我们不能把这个爱字侮辱。很多年轻人啊，都会问我感情的问题，当然我也很年轻了哈，我就给他们写了一道数学题。你看数学好不好用？很好用。我说你要考虑要不要谈对象啊，首先要把这题数学题做对。一加一等于多少？
你们不会连这一题都做不出来了吧？好，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交往，以至于以后要组成家庭，他的结果是等于多少？有结婚的人回答一下，等于多少？你们为什么都不面对现实呢？来，等于多少比较？哎，这段婚姻可以成立？哈，无求啊！我来掌声鼓励一下。这一位朋友有昨天的课都听进去了，最重要的要立大志。他的无穷就是呢，一对好的夫妻可以让世世代代子孙兴旺，这是事实。我们不要只有看到周文王的德行啊，您还要了解到啊，他的太太的智慧、太姒啊。太姒生了周武王、周公啊，这一些圣人，他的背后就是因为有这么好的母亲给他们教诲，所以一个朝代的兴旺啊，看得到的是这一个君王，看不到的是他背后那个母仪天下的皇后啊。好，来。一般来讲啊，我们在这个时代不要太苛刻，一加一能等于1.5就不错了啦。然后假如能等于2，这个婚姻可以拍板行。那一加一可以大于2啊，那你半夜都要去提亲，因为打着灯笼都已经快找不到这种婚姻了啊。大于二的要赶快去。假如等于一的哈，那叫自找麻烦。好，再来，小于一的呢，那叫没事找罪受。再来，还有一个叫小于零的。那叫不是冤家不对头。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结果产生？一个人加一个人应该是大于一个人啊。当我们不懂得爱人的时候，其实都会形成彼此的障碍。不要先想要谈对象，首先要想到自爱才能爱人。你能够爱护你自己的身体，爱护你自己的人生，不蹉跎光阴，你懂得如何经营自己的人生才有价值，才充实，这个叫自爱。你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乱七八糟，然后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就说我要给她幸福，那叫痴人说梦话。然后一个痴人说梦话，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还糊里糊涂被她骗了。欲爱人者先自爱，懂得自爱的人才有资格去爱别人。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教育孩子要知所先后，德为先，才能为后。相同的，夫妻的情感要建立，你要去找对象，也要知所先后。要先懂得自爱，才能去爱人。啊，诸位朋友，你看一句经文有多少的义理在里面呢？无量无边，含摄着人生呢各个方面的人事物。带着这一份明白啊，我们不要再催自己的子女啊，赶快去结婚。
你应该先做的是啊，叫他学《弟子规》。他学会了《弟子规》，懂得自爱；他学会了《弟子规》，懂得判断什么样的人能够亲近，什么样的人应该敬而远之。彼说长，此说短，是非之地啊，不关己，莫闲管。能亲人，无限好；得日进，过日少。当我们的子女水平不断提升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给他幸福的根源。龙交龙啊，凤配凤，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这叫真相。假如我们现在女儿的水平很低，然后每天在那边想说我要给她嫁这么高的，那太自私了啦。让她水到渠成，最重要的就是提升子女的智慧德行，那才是给她生幸福啊最重要的根基所在。要让孩子幸福，首先我们自己啊要表演出幸福的样子。那诸位朋友，当一个人心静下来的时候，很多的答案就浮现出来了。您相不相信你现在内心里面所知道的道理就足以成就你这一生的幸福美满，你相信吗？不需要再读任何一本经书都够了。但问题是为什么没有幸福美满？重点是我们提不起来，重点是纵使提起来没有真干，没有一句一句啊把它落实下去。记得我曾经背过啊《青年十二条守则》，有背过的举手。有恒为成功之本，没有背过。好，我们说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人生不管经营家业、经营事业，做任何事都能从根本上下手，都能水到渠成。那这十二条守则包含哪一些呢？第一句啊，孝顺为齐家之本。忠勇为爱国之本。礼节为治世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和平为处世之本。仁爱为接物之本。
有恒为成功之本。学问为济世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服从为负责之本。勤俭为持家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这12条守则啊，我们对人对事对物的正确态度，以至于如何把家庭治理好，如何让人生过得快乐充实有意义，都包含在其中。这12条啊，我从初中就背会了，但是它对我的人生有没有帮助？帮助很小。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人要得学问的真实利益，重点在实践，在力行。好，我们看到孝顺为齐家之本，又看到勤俭为持家之本。这一些道理啊，看似自己修身的功夫，但这一个修身的功夫把它打开来以后啊，就能达到齐家治国，以至于平天下的效应出来。我们不可啊忽略德行的大用。另外有一段话提到啊，孝悌为传家之本，勤俭为持家之本，谨慎为保家之本，诗书为起家之本。和顺为齐家之本。其实这一些金句都是相通的。刚刚我们还提到谨慎为保家之本，要建一个家庭跟保住一个家庭的兴旺，建家庭容易还是保家容易？打天下容易还是守天下容易？啊，真正的功夫在后面，不在前面。今天夫妻要生一个孩子容易，要把一个孩子教好啊，才不容易。闽南话有一句话提到啊，生的放一边啊，妻的功劳较大天啊。生的功劳啊，比起养育教育啊，那比不上了。要保谨慎，才能够把家道传承，保家之本。
孝悌为传家之本。勤俭为持家之本。诸位朋友，这一些道理你都要深入去思维，然后觉得它很有道理以后，那勤俭为持家之本你怎么用？你要开始指导你的孩子勤劳，指导他节俭，那对你的家庭才有帮助。我们不要小看这一些德行，比方勤俭，这个节俭对一个人的人生重不重要？那太重要了。曾国藩先生提到，一个家败啊，败在哪？败在一个奢字，奢侈。奢侈就是不能节俭，这是家败的原因。人败啊，败在一个意志，放逸，好吃懒做，这个人就败掉。那我们从这两段话来看，家败败在一个奢字，那怎么样能够让家不败？俭嘛。人败败在一个意志，放逸了，那怎么对治？勤嘛。这些圣哲人的话，殊途同归，都在这些做人做事的原理原则上。一个孩子懂得勤俭，他这一生才不会贪赃枉法。所谓安分守己，不求于人，他有廉洁的态度，这叫俭以养廉啊。勤俭的人，节俭的人，他才会有廉洁。当他能够省下一些财物去周济很贫困的人，那他的仁慈之心就在扩大了。一个节俭啊，就同时可以让一个孩子懂得礼义，仁义礼智都在里面。他今天节俭，懂得给予别人，他就有仁心了。他今天节俭，不去拿公家的东西，不去拿人家的东西，这个叫有义啊。一个家庭懂得用节俭呢，来当他的家法家规，这个叫礼呀。为人父母者，懂得用节俭来教训他的子孙，教导他的子孙，这个叫智慧。所以，一个节俭里面就包含仁义礼智在其中。但假如不节俭啊，就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了。你看，假如节俭了却不懂得去帮助别人去布施，那就是不仁。那节俭以后又很贪心，这就不义了。那节俭以后又对父母啊奉养很少，这个就失礼了，非礼也。那节俭以后啊，又把这些财产留给自己的子孙，这个叫什么？没智慧了，不智。古代人在看事情啊，看得很深远。假如你的子孙素质先天很好，你留很多钱给他，这叫贤而多财啊，他很贤德，你就给他很多钱，则损其志。他本来还很有志向，
现在你给他要吃什么有什么，要玩什么有什么，他的志气消磨掉。他本来有一番大作为啊，结果都消退下去了。假如后代子孙素质比较不好，比较愚昧，你要给他很多钱，那会把他很多坏的习性呢、啊，这些骄奢淫逸啊，都给他换起来了。中国字这个钱字啊，怎么写啊？诸位朋友，左边一个金，右边呢，这两把刀谁拿着啊？现在是父亲拿一把，儿子拿一把，现在是哥哥拿一把，弟弟拿一把。钱要懂得如何运用，是智慧啊。赚钱靠机会，花钱得靠智慧才行。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勤俭持家的重要性。你孩子勤劳以后啊，他一定会学有所长，他这一辈子啊不愁生活了。勤俭为持家之本，孝悌为传家之本。当我们孝悌能真正做扎实了，这个家道可以历经几百年不衰。哎，诸位朋友，你听完这一句话的时候，你相不相信呢、啊？你对每一句道理啊，信一分，你才能得一分利。你有十分的信心，你能得十分的利益。当然哈、哦，这个信啊，它还包含了、啊。信了以后当然要有实践的，那才是真信。假如信都是挂在口头上，那不是真信。在周朝啊，确实是把孝悌做得最彻底的一个朝代。周文王啊，他的父亲啊是王绩。周文王对他父亲的孝啊，做得很彻底，确实是晨则省，昏则定。诸位朋友，《弟子规》里面很多句经文都是有来历的，都是来自于几千年圣哲人的风范。这周文王、啊、做到了，他每天早上啊。跟父亲问安以外啊，还要看看父亲今天吃的饭量如何，有没有减少了？减少一定是身体有点不舒服啊，赶快要安排御医啊，来给他父亲啊好好照料一下。假如发现父亲的身体确实不好啊，他那一天都会觉得哎，心情很低落。等看到父亲的气色好了，饭量恢复正常啊，他才比较宽慰。后来文王啊生了武王，文王做出了孝，上行下效，武王也做得很彻底。有一天文王生病了，武王照料父亲都是亲奉汤药，十二天呢、啊、没有离开父亲的床前，连帽子啊都没有解下来。十二天以后啊，父亲的病就好了。诸位朋友，为什么这么有效啊？因为那个汤药里面呢、啊、有加持力在里面。加了什么？加了孩子自成的孝心。那当父母啊情绪很欢喜的时候，
自自然然，人的免疫系统啊，就会越来越好，病毒啊，就能够消退下去。这是做到孝。而周朝啊，还做到了兄弟的友爱。大学里面有一句话叫一家让，一国心让。一个家庭彼此之间仁让，就不会冲突，就不会怒目相向了。周文王他的父亲是王继，他还有王继还有两个兄长，一个是泰伯，一个是仲雍，三个兄弟。那在那个时代当中，应该是要把王位传给他的大哥泰伯，而泰伯的父亲呢是泰王。泰王在他孙子周文王降世的时候，看了一下这个孙子有圣人之相，内心也很高兴，但是也没说要把王位传给周文王。但是周文王的大伯二伯看到了父亲的这个心愿，两个兄弟就相约以要去山上给父亲采药的名义离开了他的国家。离开以后就不回来了。那一不回来，王位要继续传，才能顺理成章传给他的三弟王继，之后再传给他的侄子周文王，连天下都能让出来。那还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他的家庭起纷争的？那不可能。那诸位朋友，这一让成就了兄友弟恭，兄弟睦孝在中，做到了兄友弟恭也做到了孝心。而他这一让也是成全了父亲的心愿，做孝做悌。其实这一让还做到了忠。忠于谁呢？忠于天下的人民。他让出这个王位，让有圣德的周文王来治理国家，那是所有的百姓都能得到利益。所以这一让也让出了对所有人民的忠诚。所以孔夫子称赞这个泰伯跟仲雍这一让是至德，德行没有达到极处的人不可能做得到。所以孝悌能传几百年几千年的家风。后来有一次我到厦门去讲课，讲完以后我们会安排一个时间让这一些老师上来分享一下他们听完课有哪一些收获。刚好有一位老师就上台来了，一位男老师。他第一句话讲到，我上完课以后终于了解德行的根本在孝道。这个老师已经30多岁了，人生还不了解德行的根本在哪。那这也代表我们30多年的人生在干嘛？找不到根是不可能滋养正确的人生的。找不到根就好像一朵花插在花瓶里面，能够看多久？
三五天呢、啊、就卸掉了。接着这个老师又说到，他们整个这个乡里面啊，通通是姓吴的子孙，都是吴姓，口天吴，出了107个后代，他们那一代啊有107个，其中有106个大学毕业，都是大学以上的学历。诸位朋友，你的乡镇里面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好，来，当我们遇到一个年轻人，他说他们那一个时代的107个当中啊，有106个是大学毕业。那诸位朋友，你遇到这样的缘分呢、啊，应该怎么做？应该起什么想法？是羡慕好呢？还是另外一个做法会更好？你们会怎么做？还是一直说：“哎呀，真不简单，真难得。”然后来喝茶，喝完好再见。学问，学问，学着发问。能够有这么好的下一代是结果，原因在哪里啊？光羡慕啊，我们的人生得不到好处的、啊。这个老师接着就说啊，他上完课以后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一代能够有这么好的发展。他说道，他们大年初一的时候，所有这一些年轻人没有出去看电影玩耍的，通通陪着父母上寺院祈福，上寺院呢礼敬这些诸佛菩萨，陪着父母一起去。你自己去寺庙好，感觉好，还是还有孩子陪着你啊？哦，那感觉是会相当不一样，父母会觉得很欢喜。大年初一第一件事是陪父母先去寺庙祈福，回来以后第二件事是去跟所有邻居，当然因为邻居也跟他们同姓，应该都有一些血缘关系，到每一个家庭啊，去跟这些长辈拜年问好。诸位朋友，做到什么？长幼有序，懂得对所有的长辈恭敬，这做到悌，孝悌做到了，何止是一个家旺，是整个乡整个家族啊都兴旺起来。拜完年以后第三件事是到他们附近的小学，当然了、啊、所有的人应该都是从那里毕业出来的，一起聚会到自己的小学里面，然后互相分享切磋这一年来啊在学业上以至于在事业当中的一些体悟，大家互相啊交流，这样做到了哪一个重要的态度？好学，懂得互相学习，好学近乎智，有了这种学习的氛围，当然了，他们的下一代智慧就比其他的地方要高。这个孝悌啊，绝对不容啊
我们忽视。孝悌是仁爱的根本，孝悌扎好了，他就懂得凡是人皆需爱，他往后走出来的人生格局是处处受人爱护，处处受人尊敬。因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在接触到杨老师的时候曾经听老师有一段描述，看了以后听了以后我也很受教，也很感动。杨老师有提到他说要让自己的父母非常的安慰、宽慰、欢喜，不只要他的孩子很兴旺，还要让他的孙子也发展得很好。诸位朋友，我们都是为人叔叔、为人姑姑、为人舅舅阿姨，我们自己有没有曾经想过连自己的侄子都要尽心尽力去教导，那样才能让我们的父母真正在这一生当中都很欢喜，他的晚年可以含饴弄孙，可以看着每一个子孙都是幸福美满，那他这一生就会无比的欢畅了。所以杨老师从读初中以后就开始教他18个侄子。所以杨老师他虽然没有小孩，但是他们在过父亲节跟母亲节的时候，比有小孩的人过得还热闹。因为用心教了这些生殖辈其实人都是有感情的，当你对他很付出他也会真心真意的去回报。常常在母亲节、父亲节都会有蛋糕、会有礼物送上门来。那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我刚好那一段时间住在杨老师家，所以蛋糕也有吃到，所以比较清楚。闽南话有一句说拍得出喝顺。为什么拍得会出喝顺？不好的竹子为什么可以长出好的水？这句话有含义在里面。因为他的父母不好，但是他的伯伯、他的叔叔、他的婶婶有使命，我们的家族不能出败家子。他父母不教，但是他的这一些长辈尽心尽力教，他还是可以成才。这是我们炎黄子孙对于所有后代，不是你亲生的只要是我们同族的后代，他都有这样的态度，太厚道了。而我们很惭愧我们现在30几岁的人还会去想到说姐姐的后代要用心教导吗？很困难。从这里就感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也唯有接触到圣贤的经典我们才懂得反观自己跟这些圣哲人的差距很大。
但是了解了差距啊，不要气馁，更重要的知耻近乎勇。什么叫勇气啊？不是动不动呢就跟人家打架叫勇气啊，而是能够啊，对于自己的习性坏习惯能毫不犹豫啊，一点一滴去对治去改正，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大勇之人。孝悌之风自古至今都是不变的真理，自家自己的企业不要想得太复杂，只要能做到孝悌，你的孝悌就能感染你的下属。当一个领导者很孝顺，你的下属对你都是恭恭敬敬，因为你的行为会把他的孝心善心唤醒。而这一个孝悌的存心不只在你的家庭落实，你再把它延伸到整个团体公司里面，那他们也懂得对于年龄比较长的这一些同事要尽孝心，对于同年龄的这一些同事要互相友爱。新进的同仁我们资历比较深比较老，他刚来啊，内心一定忐忑不安，因为比较陌生。我们能伸出友爱的手去照顾他，让他很快的对公司的环境以至于工作能熟悉，他就很有归属感。你就把一个家庭把一个企业经营成一个家庭一样的气氛，那在这样的气氛工作不只不会厌恶工作，还会很欢喜来上班。这是孝悌之风，勤俭为持家之本，不止在家庭里面，我们在公司里面也把这个勤俭做出来。你是领导者，你工作比员工还要勤奋，他会不会偷懒啊？在《论语》里面讲到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在上位者喜欢什么，底下的人会比上面的人还超过，因为他会效法你，会跟从你。在春秋战国时代，楚国楚王很喜欢细腰的美女，上之所好哦，底下的人就跟随了。从那以后楚国常常听到有女生饿死，都不吃饭嘛，要细腰结果就饿死掉了。那在上位者，你看到底下的人，哎呀，怎么这么浪费，怎么这么懒惰，骂有没有用？要突然回光返照，是我自己榜样做得不够好，这样才是真正理智真正长智慧。这个勤俭之风也要带到企业里面去。再来，谨慎为保家之本，守成不易。一个人一生的成就都很有可能在刹那之间把它毁掉。所谓利民于一身，失之
在请客而已。有一个经济学院的院长，他还是当地啊城市发展的顾问，有这么高的社会地位，又是一个大专院校的经济院院长，成就高不高？很高啊。后来因为啊嫖妓被公安抓到了，那失之即请客，他那个学术地位保得住吗？保不住了。他这一个错误啊毁了他的家庭，他这一个不谨慎，把家人、把太太对他的信任呢，毁掉了。不止把家庭毁了，还伤了多少人的心呢？诸位朋友，伤了谁的心？你看，他教了那么多学生，对他这么尊敬，结果他这个事情一出来了，伤了多少学生的心，甚至于影响学生对于老师的恭敬。我们一个人有一个社会地位啊，绝对要了解，这个地位不是拿来炫耀，这个地位是拿来树立整个社会的榜样，这个地位是拿来尽本分用的。有这样的态度，才能够啊一生的名节、一生的事业、家业能够圆满保持好。中国人说啊，要慎始，慎于开始，还有一点啊，要慎终。慎终的重要性呢、啊，绝对不比慎始。就是慎终跟慎始、啊、都是同等的重要。假如你不慎终啊，连一开始到整个过程的努力都会白费掉。不止一个家庭因为不谨慎，因为贪着诱惑，所谓五欲啊，财、色、名、食、睡，这五种欲望都足以把一个人的一生毁掉。那诸位朋友，你担心，担不担心你的孩子以后会被财色名食睡毁掉？担不担心？担心哈，担心叫做意气用事。担心理不理智，哈。所以人生要学理智哈，容不容易啊？说难不难，重点在啊，从你的念头当中啊，来修理智。思想影响你的行为，要从根本啊来建立。我们看财，要让孩子不贪财，要让孩子往后不会被钱财所诱惑，那你现在要做什么功夫啊？还是那一句老话，赶快学《弟子规》。你看财，财物轻，怨何深？你看，对饮食勿拣择，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他不追求这些欲望，他怎么会贪财呢？这个根基扎好了，这些诱惑来的时候，你的孩子可以如如不动。
闽南话讲啊，树头徛好栽，唔惊树尾做红胎。这一句俚语啊，换作人生的写照，树根要扎稳。什么是树根啊？德行是树根。台风是什么？台风就是人生可能会经历到的境界，经历到的挑战，它树根都扎稳了，不怕这些风吹雨打。你能够把这些根都扎好了，你的中晚年才有幸福可言，才能够挑家连翠秋。你看呢，我们都情不自禁要提这一些俚语。你看这些俚语哈，对人生的道理啊，诠释的非常的贴切，非常的入木三分。学俚语很重要，因为不能忘本啊。而这些俚语的背后，都含摄着我们百年千年祖宗的人生体悟，都很有味道的，都可以一句啊，足以提醒你人生的重要关键。好，财、色，担不担心你孩子以后会被色所迷？你不要想说哦，好在我生女儿。错了，现在不分男女，色劫都难过。现在的女孩子没有像以前这么端庄、这么含蓄啦。你看那些男歌星在演唱，底下那些女孩子都在那里尖叫半天。为什么在那里尖叫？因为那些歌星都长得很帅，像蔡老师讲课都没人尖叫，长得不够帅。你看，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心里都很担忧啊。这些孩子的人生都已经埋下祸根了。哦，不只会贪别人的色，自己的色也不能贪。太在乎自己的容貌啊，这一生也很危险。我们在深圳呢，有一个幼儿园，园长邵老师就曾经跟我们提过，他说他曾经看过一对姐弟，父母啊带着这一对姐弟啊来幼儿园，姐姐6岁，弟弟4岁。这个姐姐漂亮到什么程度呢？漂亮到了，你看她第一眼以后啊，不敢再看她第二眼。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孩子？她无形当中就有一种吸力，让你目光不忍离开。假如你生到这样的女儿，好事坏事啊？你以后要拿着苍蝇拍，在旁边敲半天。敲不完，这个祸福相倚啊，要看得懂。老师就发现这个孩子在上课的时候，上到一半呢，会拿出他的镜子给自己照两下，然后再放下去。他上课能不能专心？专心不了，他的注意力都在他的脸上，重视太重视他的外在，他的内在美就会荒废掉，他就没智慧。越重视外在，就越喜欢听甜言蜜语。这个男生只要告诉他，你是我这一生见过最美丽的女人，他就有一点恍恍惚惚，像喝醉酒一样。
我们再思考一下，这个女孩这么重视她的外表，谁造成的？谁造成的？谁是凶手？你知道吗？这个社会的女性，年轻的女孩为什么重视外表？谁是凶手？你要把原因找出来，才能解决问题啊！好，不然你每天在那里骂她，哎呦，这么爱照镜子，镜子都照破了。就是因为整体的价值观重视外在虚荣，而没有重视内在。你看选美选什么？有没有选孝心？有没有选善心？都选什么？有时候人活得太明白，也会比较辛苦一点。真的啊，所有这些活动都在带动整个社会风气，宣扬孝心、爱心，比选外在美啊还要重要啊！轻重缓急要抓出来啊！而往往啊，就是因为这些孩子出现的时候，所有的长辈一窝蜂过去，来，我抱一下。哎呀，耳朵怎么可以长这么好？哎呀，这个鼻子怎么长这么挺？哎呀，长得真漂亮。孩子从小都听这一些长相的美貌的称赞，以后他只想听什么？只想听这些称赞他外表的言语嘛。那好话听多了以后哈，批评的话能不能听进去？听不进去的。我们大人的言语对于孩子的人生，对于他的价值观影响很大。诸位朋友，可不能乱称赞。我记得去澳洲的时候遇到一个年轻人，20出头，长得很高又很帅，当然我没有称赞他很帅了，我掩饰不住啊内心的喜悦。我们想说，哇，这么年轻就懂得来学圣贤学问，我就脱口而出，哎呀，你真不简单啊，这么年轻就来学习圣教。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刚好呢，我们是住在一起啊，看到他某一些习惯不是很恰当，那我又虚长他几岁啊，也看得出来我这个人就是比较鸡婆一点，比较热心一点了，我就主动啊跟他提了一下，但是我讲话也比较敏感，假如讲第一句他的脸色已经变了，我绝对不讲第二句。所以人要察言观色，你劝告别人呢，他已经翻白眼了，你还继续讲，他已经口吐白沫了，你还不停，哦，那就不好了。我才开口讲了第一句以后啊，他马上皱着眉头，表情不大好，我马上踩刹车，不敢继续讲。突然想到啊，上一个礼拜我对他的称赞是错误的，是不理智的。我们第一次跟他见面，请问你知道他是圆的还是扁的吗？请问你了解他的整个人格特质吗？不了解，你就脱口而出对他的赞叹，真了不起。你跟一个7、8岁的孩子说你真了不起，他了不起在哪？他对家庭社会有贡献的吗？连有贡献的人，这个八风一吹都会晃半天啊。
那没贡献的人，这八风再吹，就连根拔起了。有没有注意到现在的孩子批评他的话，规劝他的话，听不听得进去？听不进去啊，那就是从小被称赞，称赞的都搞不清楚状况了。从这里啊，我们也要谨慎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在引导孩子正确的人生态度跟方向。好，所以五欲啊，财、色，色也不可长。唐玄宗在还没有遇到杨贵妃以前呢，他治理国家是开元之治啊。遇到杨贵妃以后，变成什么？差一点把唐朝就毁了，安史之乱。其实他在宠幸杨贵妃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错了？他知道啊，可是那个习性怎么样？服不下来。真的，我们的孩子习性不从小根治啊，他这一辈子都将成为习性的奴隶了。那样的人生很辛苦。我曾经啊，在警察学校里面呢、讲过课，啊，那一次有300多个警察，大部分都是男的，我就问他们说：“安史之乱，谁必须负最大的责任？”后面有一个男士喊得很大声，他说：“杨贵妃。”这样的认知对不对啊？错误的，都把责任往哪里？往外推，所以把责任往外推啊，那叫不理智。行有不得啊，反求诸己，要从自己开始检讨。所以诸位朋友，我们今天在听课的时候，假如脑子里都说这一段呢要给先生听，这一段哦要给我的邻居听，那也是啊，反啊，要从自己啊开始实践落实起。人生啊，把道理都根本明白了，你会觉得很痛快啊。人生不了解对错啊，活得糊里糊涂啊，那才真是受罪啊。有读过古书的人都知道，色不迷人，人自迷啊。因缘果，杨贵妃是缘，不是真正的因啊。因在哪？因在她的好色啊。假如杨贵妃遇到尧帝跟舜帝，他一定会被打入冷宫。真的，这些古代人，古代圣哲，那智慧跟敏锐度相当高。有一次啊，这个敌人送了一杯酒啊，送了一种酒啊给大舜，大舜才舔了一口啊，他说坏了，以后一定会有皇帝因为贪爱这个酒而把国家毁掉。哦，你看他看得非常的深远啊，所以他警戒他的子孙不可以喝酒。这个大禹啊，有一段对子孙的教诲啊，非常非常的好。他说到啊，内作社荒，啊，这个内就是指家庭，
一个人在家庭里好色啊，内作色荒，外作情荒。这个外就是常常出门在外啊，打猎游玩，玩物会怎么样？丧志。内作色荒，外作情荒，甘酒是因啊。这个甘酒是贪爱美酒，又喜欢听靡靡之音。然后俊宇雕墙，又喜欢盖大房子、大庭院。假如犯了刚刚讲的这些过失啊，不是全犯哦，只要犯一条，你这个王朝就毁了。所以有依于此，未祸不亡。你只要沾了一条哈，你这个国家就毁了。结果我们深思一下哈，所有历代败国之君，上面犯了几条？内作色荒，外作情荒，甘酒嗜音，俊宇雕墙。基本上哦，所有亡国之君不仅干一样，所有都干了。这是治理一个国家哦。那诸位朋友，你不要说那是治理国家，跟我没关系。治家治国一个道理啊。这一些不好的习惯，绝对要让孩子从小根治。他的人生才能逃过这些障碍，避开这些诱惑。色不迷人，人自迷啊，这是根本。又有一句话讲到啊，英雄难过美人关。好，在现在啊，知识言论爆炸的时代，你要有判断力，了解这句话是对是错，是真是假。来，这一句英雄难过美人关，真的假的？过不了的不是英雄。这一句话我跟你保证，绝对不会在经典里面出现。因为这一句话的 是谁讲的，你们知道吗？我知道，是一个犯了过错死不认错，还要自己找台阶下的人说的。他自己犯了错啊，还不承认，还说英雄难过美人关，还要自己当英雄，真是唐寅是哦最佳一等，真一孤。另外还有一句说，人不为己啊，天诛地灭。你们知不知道谁讲的？知道了吧？就是一个很自私的人，他为了让自己有台阶下，就讲这一句话。这一句话也绝对不可能啊，在经典里面出现。而这一些言语啊，特别容易啊，把人的自私、把人的习性唤醒。为什么读经典这么重要？一定要先把这些正确的赶快啊，根植在一个人的心中。这些邪气一来啊，他马上就把它克服掉了。好，财色。第三个是名，好名。在《弟子规》当中啊，也可以啊，把这个好名的习性，把它去除掉。己有能，勿自私。我们应该是以一个服务社会的态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有这样啊人生的态度，他就不会去贪名。性高者名自高，这个名不是去求来的，是要有真实的智慧，对人群有贡献。他
他对于这个名啊有正确的认知。再来食睡，对食物啊，他不会过分贪着，食适可啊，勿过者。凡事人皆须爱，那我们不只教他凡事人皆须爱，我们教他凡事物皆须爱。我们会引导他，你要爱护你的胃，你不能暴饮暴食。好，你吃了那么饱啊，这个胃本来可以用70年，用到40年的时候，他跟你说：“主人啊，我要罢工了，你把我用坏了。”所以这个时候胃癌就出来了。他就从小懂得，你多爱护你的胃一分，他就回馈你一分。再延伸到对一切动物的爱护，他了解到动物也都有他的父母。白居易有一段诗我们就可以给孩子讲。其实当我们把德行融入在教学中，把生活智慧融入在教学中，孩子学得很欢喜啊，因为他回去马上可以孝敬，可以有爱啊。而无形当中，他的文学素养就一点一滴提升了。文学素养不是把那一些字都学会啊，那只是记问之学。文学素养是要随着他的心性，跟这一些诗词，跟这一些经典完全相应，他的气质就上来了。我们去看看现在硕士博士有没有很有气质，不见得。硕士博士比较常看到的是头都是这样走，他眼睛长在哪里你知不知道？因为他的心性没有提升，他的学历越高他会越傲慢，这是必然的。而一个人傲慢产生了，他这一辈子绝对不可能有大作为。我们昨天提到荀子说的百世之臣必在恭敬，必在敬之啊，其败也，所有的事情会败上掉，就是在傲慢，必在慢之。白居易那一首诗提到：“莫道群生性命为啊，一般骨肉，一般皮啊，劝君莫打。”枝头鸟，只在巢中望母归。你看，当我们在教孩子爱护动物的时候，又把这一首诗教给他。昨天也提到，一个4岁的孩子看到一只可爱的小猫他不愿意拿走，因为他能感受到拿走以后猫的天伦骨肉之情就会被他破坏了。当我们懂得爱护生灵这个口腹之欲就会慢慢节制。还有睡，其实一个人的睡魔要怎么克服诸位朋友，是给你的儿子买3个闹钟吗？一个放在床边，一个放在书桌上，再一个放在门口前面，逼他不得不站起来。这样是治标不治本。而我们现代的人在解决问题都是拿问题解决问题。结果是什么？问题越来越大。你看寒暑假的时候有一些学校会办减肥班，那个记者还觉得很新奇，赶快都去把他们拍下来看着一堆堆这个胖哥胖妹在那里跳
很卖力在那里减肥，我都在想，他们是什么动力，愿意在那里跳来跳去？你知道他的动力在哪吗？他可能心里在想，我只要撑过这五天的训练，礼拜六又可以去吃麦当劳啊，赶快跳。根源在饮食习惯啊，他饮食习惯不改，你再让他运动，再给他吃再多的减肥药，有没有用？徒劳无功。那父母又用一些奖赏来诱惑他，那根本就是用问题解决问题，不能根治的。一个孩子为什么每天恍恍惚惚很想睡觉？在于他没有志向。一个孩子从小啊，他觉得我要当孝子，我要当同学的榜样，我以后要当范仲淹，他会恍恍惚惚吗？他每天想着我的书都还没念，我的工作都还没做啊，很有精神。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习迟时。一个人为什么这么珍惜时光？因为他人生有高远的目标，因为他人生明白，我要去孝父母，我要去尽一份读书人的职责，我要爱护人民。那我要爱护人民，我要有智慧呀，我要赶快学习。立定志向，引导孩子立大志，那才是把他的睡魔真正解决的根源所在。能够抵挡财色名食睡，这叫谨慎为保家之本。和顺为齐家之本，所谓家和万事兴。而这个和容不容易啊？诸位朋友，你看这个和字怎么写？右边一个口，一个家庭拜拜在哪？口舌。一个团体拜在哪？谗言熏天。所以古代人看这一些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在造字当中把它含摄下去了。嘴巴能懂得分寸，才有和可言呢。古代有一句话说到：“君听臣当诛啊。”一个君王听了谗言，忠臣都会被杀了。这个叫谗言慎莫听啊，听之祸殃就解了。君听臣当诛，父听子当绝。父亲听了谗言，听了后母批判他的孩子，这父子关系就麻烦了。夫妇听之理啊，夫妇相处又听进别人的谗言，就要分离啊。还有朋友听之疏，朋友之间假如听信谗言，就慢慢疏远了。所以谗言慎莫听，听之祸殃解。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讲话是门大学问。诸位朋友，我们教过自己的孩子讲话了吗？我们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解讲话的分寸了吗？人生有太多的能力啊，是刻不容缓，比你去学英文重要啊，去学弹钢琴重要太多了。人生看得不深远，轻重缓急断不出来。还有人四五十岁了，不学《弟子规》，去学英文绘画。
学英文绘画干嘛？去告诉别人，我学英文绘画，财色名食睡又掉进去了。你又不出去外面赚钱，又不出去外面旅游，你学那么多英文绘画干什么？人生唯一带着走的一样东西是智慧啊，带着走的你不学，带不走的拼命装，装到最后又拉不走，累死人了。和啊，从言语开始，而《弟子规》当中几乎快三分之一的分量都教导言语，重要啊！我们看到《弟子规》入则孝，有没有言语？有没有？诸位朋友，我看你们的脸色啊，不是很好，代表你们没有按时服用，没有按时吃药。所以病情啊好转的比较慢，哦，这一帖药啊，我这个没有执照的大夫啊，已经开了一年多了啊，效果都不错哈。早上《弟子规》读一遍，晚上再读一遍，啊，那个晚上啊，不要等要睡的时候才读，啊，你可能入则孝还没读完就上床去睡觉了啊。下班回来就先读，对我们这一天言语造作啊，来一个对照观照，有做到的加勉，没做到的明天再谨慎去落实，早晚读一遍。当我们真正的对这些经文呢，有更多的学习，更多的领会，更熟悉了，你在听其他的老师讲课啊，你的领受力会更强。不然每一句经文出来了，你的头很大。哦，那个道理头大起来了，都装不进去了，发胀了。我们看到第一句“父母呼”，你看从对人讲话的态度开始学起。哦，那一段通通都是讲话的态度。再来，亲有过，你看如何劝诫父母，以至于往后如何劝诫一切人，都是要有正确的言语态度才行。来，悌有没有？言语忍，忿自泯；尊长前，身要低；低不闻，却非已。通通还有信的部分，自始至终大半都是讲言语。凡出言，爱护别人，这一个嘴巴占大部分。人有短，是不是言语？道人善，又是言语，重不重要啊？重要。所以老祖宗提醒我们要和顺呢，首先从言语开始。再来啊，不能和顺的根源在哪？我们只看到啊，人与人啊，家人之间有争、有怨、有恨，却不知根源。根源在哪？自私。自私之后啊，家人、家族的人内心会怎么样？你自私啊，不公平啊，人心就不平，人心不平就有怨，怨再加深变什么？恨。恨再发展变什么？人只看到灾祸，却没有看到祸从心起。只要你人不自私了，这一些都会断根。
不只是家族的人因为自私而不平，你生了三个孩子，只要不公平，这个恨会不会出现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会呀。所以人真有智慧啊，就是要公平，天下为公，那叫会教孩子。你说好，我对我几个孩子很公平，对其他人不公平，那你也教不好你的孩子。他的心量啊会很小，心量一小，人生就毁掉了。好，所以和顺呢，从不自私下手。好，最后是诗书为起家之本。那我们下午啊再接着讲，好，那黑板就不用擦了啊，谢谢大家。